结合台南当地艺术家，带您来欣赏府城人物画会的作品。府城人物画会自2008年创办以来，除了吸引台南在地艺术家同好加入之外，对于艺文活动的推广也是相当积极，尤其是热心参与公益活动，将画作义卖所得捐献给灾区或是弱势团体，并积极推广艺术生活化的愿景。我们这次展览的作品很多元啊，有人物的，还有那个写生的，还有前任会长苏玉龙，他画那个毕卡索的感觉，说他现在在外国都推出那个为那个台湾毕卡索的那个因为我们当初我们成立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那个画室画那个模特儿一些同好觉得说可以来成立一个画会所以我们的画会刚成立也是很年轻啊，可是大家都很积极有那个像那个88水灾还有日本仙台的那个救灾活动，我们都积极参与还有我们的那个义卖的作品的，我们都全部的经费都捐献出去还有那个，因为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嘛我们绘画一定要走出去，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到外国去展览，把那个艺术跟观光融合在一起。这次府城人物画会展览的作品可以说是相当多元，除了人物画之外，风景、花卉等都展现会员们的艺术成就不凡，而理事长也希望将会员的画作推广至世界各地展览。展期直到8月10号，欢迎民众来台南新营文化中心欣赏。法界新闻杨志聪台南采访报道。